去 map 碑做扫描先。咦，点解呢边系 weapons 嘅 ？Hello 大哥，我抄晒啦！喺十月尾嘅时候啦 ，Among Us 就更新咗一啲万圣节嘅装饰啊。咁但系咧，唔知道大家有冇谂过咧？其实好多嘅更新咧，已经预设喺游戏入边嘅，只要等到嗰一日咧，就可以见到呢啲嘅更新嘅。而 Charles 哥啦，最近发掘到一个方法，可以抢先体验更新嘅内容啊。而呢一个频道啦，会陆陆续续出更多 Among Us 嘅影片，大家记得订阅支持啦。十月三十一号就系万圣节啦，而下一个节日就系圣诞节啦，即系12月25号啊。嗱，头先提到啦，我哋要等到嗰一日咧，先睇到呢啲嘅更新日。原因系咧，我哋电脑设定嘅日子系同现实一致嘅，所以咧，如果我哋将电脑嘅日期改成12月25号，睇下会发生啲乜嘢事咯。嗱，你会见到啦，好多有关圣诞节嘅装饰噶，圣诞帽、圣诞树、雪人等等。嗱，我哋再将日子啦改成2021年嘅4月1号啊，愚人节。竟然咧，成个地图咧系反转咗嘅。嗱，不愧为愚人节啦。咁大家咧记得唔好走错方向咯。嗱，知道咗呢个窍门之后啦，大家可以咧试下其他日子，睇下会唔会有意外嘅惊喜啊。而 Charles 哥啦，亦会继续同大家咧分享更多 Among Us 嘅资讯嘅。希望大家中意啦。最后，大家唔好唔记得订阅呢个频道，支持我继续出片。有任何问题，欢迎下面留言啊！今集讲咗咁多先，我哋下段片再见。